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OK， 来玩这一款，请叫我公主大人。好，跟大家解压说一下，游戏是什么时候开始测试的啊？4月1号 ，CBET 测试吧，付费三档测试。那想玩的话，会把那个下载连结还有他们的脸书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看起来就是童话故事为题材。好，那有一些什么白雪公主、小红帽、木偶奇遇记、人鱼公主、绿野仙踪、美女与野兽、杰克与巨人。这边我们先跳过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下载速度比较慢，画面哦。我们这边画质用好一点。4月1号下午2点哦，那我现在是4月2号半夜时间啦。好，这边测试的一些福利吧，登录大奖，热力冲冲冲，全民好礼，公主召集令。来吧，游客，伺服器应该只有一个吧。好，就美少女童话题材的公主吧，一堆公主，长发公主。这个是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哦，里面的一个，里面也是有王后啊，白皇后是吗？还是梦还是什么东西啊？绿野仙踪。光的继承者，所以我们要跑到那个输的世界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以前玩过哎，这游戏有玩过啊，可以躲一下，因为这个开头这个画面很眼熟嘛，就很特别啊，所以看就知道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跑出来了这游戏。哦，之前玩的哪一个版本啊？总之就是玩过了，怎么画面有点晃？角色刚才抖动。好，这边是 ARPG 吧，我来设一下摇杆。等我一下，好。欧若拉，好，我们是欧若拉。欧若拉好像是那个一首歌嘛，你是一道光。好，果然是 ARPG。嘿，欧罗拉应该是某个神话的女神吧？可能是光之女神之类的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我去查一下。怎么这游戏又跑来测试啦？啊，朱拉。可能之后会有其他角色吧，就是也是 ARPG 战斗这样，我在猜啦。这边他的那个护盾值啊，光の力を見せてあげましょう，让你尝尝我的光之力量啊！哈哈哈哈。然后弟弟被抓走了。以前这游戏叫什么名字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
大概率是改过名字，因为这个名字请叫我光头大人，我连查都没查，但是我就是没玩过这个游戏的名字啊，所以我就直接玩。但是一进来看到那个游戏这些例会，嗯，很眼熟。好，这个是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面那些扑克牌，那红心皇后吧，是不是？小声一点。反正现在在测试啦，有兴趣就来吧，可能又换代理或干嘛的。红心皇后。啊，いただきます，爱丽丝。然后这边有累积高 combo 可以造成提升伤害，他应该下来打我们吧？还是他帮我们？哦，他帮我们的、哦。不、哦，为什么身上都有一个红框啊？直接瞄准我。今天的气氛不错啊。红心皇后，鲜血玫瑰。放过那个女孩。直接放大招。哎呀喂啊，能量还没满哦，闪一下。闪不了，一直打我。用滑鼠点不好点。这游戏里面一堆那个角色啦，都是童话故事的，都是那种 3D 的。记得会我们会有一个广场吧，印象中。反正也是要抽卡牌。闪避闪不掉。見せてあげましょう。好，我们要跑到树洞里面去，巨大化。爱丽丝可以巨大化。好。要点击哦。弟弟怎么了？魔镜，女神的血脉哦，丑小鸭啊，这是丑小鸭哦，好吧。丑小鸭为什么可以变天鹅啊？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吗？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天鹅啊，所以丑小鸭可以变天鹅啊。好，这就是我刚说的广场。空气犀鸟是怎样？我那个平板的 YouTube 没有账号，没有用账号，所以他都会乱推一些东西给我看。我今天就看到那个有专门在卖那种人偶的，一比一身材比例的人偶，可动式的那种人偶，就是一个女生啊，很像真人的这样的设定。那一只不知道几万块、欸，买给男生使用的。应该可以理解为充气娃娃的进阶版吧。现在那个人偶真的做得很真实，整个细胶啊都做得很软，非常之夸张。欸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好像叫什么 KD 什么的 ，KD 人形哦。哦 ，KD 人形美术馆，里面卖一堆细胶娃娃、欸，然后我就看了几个，哎、欸，这个还不错哎、欸，
然后有几个他说我没有账号不能看。原来 YouTube 有一些影片是你如果没有账号登录是不可以看的，可能有年龄限制之类的吧。因为那个有点色色的啊。好，这边是切换视角，那是缩放嘛。这就是我刚说的 ARPG 啊。然后你可以去切角色吧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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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跟着那个拿棒子的女生，那个棒子女生叫什么？我刚没认真看，因为我刚刚在讲那个人形人偶啊，细胶娃娃，就是现在技术真的有点夸张啊。我之前是有看过那个公仔收藏家去收藏一些细胶娃娃1:1人身体的，然后没想到这个他们做得更好了。不过那一只都三十几公斤哎、欸，有够夸张了，三十几公斤都重死。点击怪物，锁定目标，还什么花瓶解锁？不用嘛，这种东西反正你到时候就是开自动。破甲了，破甲了。放个大招，小狼一直来啊！好吧，我们这边有两个人物的头啊，就是说到时候会解锁啊，我们就可以去切换角色。哦啊，陶乐斯哦，陶乐斯不是绿野仙踪吗？这些动画以前都看过，小时候都看，那都是日本画的。但是那都是国外的小说。好，这些都是公主嘛。好，光之子。装备一下，提升我们的战力。哇，今天4月2号了，哎，一下子又过一天了。这个天气已经开始变热，现在都要开风扇了，不开很热。不过这几天都会突然下雨啊。好，好多大黄蜂啊！这个应该是克制啊，属性克制。辅助中是怎样啊？辅助中哦，他自己会打啦，那还好，他等下自己打。然后这个大招我们就是要自己点的吧？吸取光之力。应该指这个吧，有没有这个能量吧？放下大招，白精灵。好，大家没事吧？就基本还是听得懂啦，在一只耳会获得那个角色，获得角色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换角色打吧，可能啊。我们现在还不能用这个女生哦。好，巨人与豌豆啊，魔豆巨人，金蛋的守护者。我一直觉得那个杰克真的很白目啊，对不对？他
那个剧情是跑到人家家里去偷金鸡啊，偷琴啊，还把人家搞得乱七八糟，把人家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还把人家害死了。那他是不是很坏？杰克其实是很坏的。我是觉得那个童话故事有点问题。呵啊呵啊呵啊！有没有要看到藤蔓啊？呵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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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，这个剧情不是很过分吗？就有一个小偷跑到人家抢东西，还把你杀了，那就是亲门踏户，入室偷窃，还变强盗了。把家里的人都杀了，是不是很过分？但在小时候看，你不会这么想啊，因为那是一个奇幻的世界啊。海中霸主，差不多了哈，玩16分的，扭扭蛋。这游戏你应该看过吧？如果你一直有在看手游的频道的话，这小卖火柴小女孩啊，奇拉，原来她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啊。好，角色养成。不能超过队伍的等级啊。然后我们这边待会要编队吧，我在想。好，进入编队一下。刚那个陶乐斯没有进编队，他只是在旁边帮我们的。外婆家，我们可以换了有没有 ？ARPG 就这样。这是远程的哦。他这个视野好像没有自动视野，你要自己去移动。但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辅助中了，所以算轻松。他自己按这些，他是远程输出啊，我用那些火枪啊、火炮。这个大招能不能用啊？可以用了是不是？他的声音怎么比较吵啊？这边是可以退出，那我们可以换人，好，换人，换近战的。然后这边有个冷却时间，可以让你再换人。他好像没有登场技啊，有的游戏你只要一换人就会登场，就会换放个技能这样。这个感觉是小关卡，小红帽啊。好，时间也快20分钟了，因为还没有办法到首页齁，这个教学比较长。确定。好，那我这边先自己跳过。好，打败这只大野狼，这边就叫你那个属性克制啊，他是女巫阵营的样子。好，跳过。已打倒大野狼，一至五会解锁小木偶。光明与黑暗。好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到首页啦。如果没到首页，因为他的教学真的比较久啊，他的引导比较久，已经20分钟了。好了吧？对啊，好了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首页，稍微看一下。不是，这只角色是欧若拉。
设定初始就可以让那个用最高画质的，所以是还好。精彩活动，这边有那个金卡跟这个无限彩卡，这个应该是包月吧？月卡跟永久卡。好，信箱目前没有什么福利，然后这边有一些活动，然后扭蛋、光之力、角色养成。哦，他的角色很多哦，都是一些童话故事的角色啦。这个我以前有玩过嘛，所以知道。好，那有兴趣就来测试吧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